刚才看完《我们爱旅行》这本书，我觉得在当中发现到根红跟婉菲的感情真的是很棒，而且里面的图片也蛮多的，然后介绍的也很详尽，让我又有想要放假的这个冲动。原本我工作非常的繁忙，但是我看到这个他们去玩的一些地方跟景点，尤其是那个控肉饭，哦，那个老板看起来就像卖控肉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味。其实有时候不用出国，有这一本书之后，我觉得大家把出国的钱都省下来，因为台湾太多好玩好吃的地方了。所以说大家好好珍惜这本书。这本书它不单单是一本书，它算是一本工具书。对，有时候你想出去哪里玩不知道的时候，翻一下可能就会刺激到你的新的 idea， 好不好？那大家多多来支持啦。那我可能要看一下那些书啦，好不好？看那里面的一些内容，然后我翻到哪里我就决定明天要去哪里，好不好？垦丁啊，太远了一点，拜拜哥。哎，这里东北角也太远，找一个近一点。哎，三峡莺歌一日游，我决定明天就到这个地方去玩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住三峡。对对，我每天都要回三峡，拜拜哥。哎，台中牛排馆在这个，哦，这里不错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些教堂啊，还有这个地方哦，这个三义泰安，这个地方泡温泉，天气冷却也很棒。我刚才看了一个阳明山。阳明山那边有一个那个大碗那个面，那很正点，那个可以七八个人一起吃，还有那个童子鸡啊，哦，赞赞赞！阳明山那童子鸡哦，根红强力推荐我，但是要先预定哈，就是稍微这样子哈，下次希望他可以找我写序哈，因为我看序没有我的名字，有点不是那么开心哈，只有吴宗宪啊 ，FI 啊阿庆啊，还有刘谦啊，你看，连吴建。恒都有，他不是吴建豪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建恒哥我们都很爱他，好不好？啊。